台北的松江路上有一家蔬食港式饮茶，虽然卖的是素食，但是吸引的客人超过一半都是荤食者。每到了用餐时间，常常是座无虚席。店里的菜单从功夫大菜到精致点心应有尽有，像这道佛跳墙，配料丰富，有炸芋头，有杏鲍菇，还有鲜嫩的桂竹笋，少了猪脚，还有肉类的油腻，汤头喝起来带有点酱香，口感很清爽。招牌点心是这道萝卜丝酥饼，口感酥脆，外皮很有层次，内馅的萝卜丝呢吃起来滑顺不干涩，每一口都咸香入味。三杯料理炒的不是鸡肉，而是扎实的猴头菇。佛跳墙汤头富有酱香，无论是炸过的芋头，还是用香菇头制成的排骨，就算是素食料理，还是吸引好多荤食者前来尝鲜。本来阿妈素的不要吃，今天来到这边哦，才喜欢吃，真的好吃。芋头、香菇一一分切，掌勺的是主厨詹生林。他知道制作佛跳墙的工序多，每项食材要切又要炸，却不怕费工。食材炸过是提出它的香气，再就是凝固它。本身我们是做素食的，那像芋头你不炸，它这样丢下去它会容易融化。那像一般香菇你不炸，提不出它的香气。那杏鲍菇也要炸过，让它也可以不容易软脆。瓮里头依序加进卤过的桂竹笋、炸过的芋头、排骨，还有菇类，汤头则以蔬菜为基底，偏向台式的调味。那之后我们要把它的汤底熬好之后，我们会加过我们的素蚝油、酱油，还有提一个香气，就是姜跟那个黑胡椒粉。蒸40分钟到一个小时，佛跳墙洋溢淡淡的酱香，炸过的芋头松软而绵密，香菇头做成的排骨带有一点点的咬劲，汤头没有肉类的油腻感，口感很清爽，丰富的好料令人意犹未尽。一般素食会有那个油特别的那种感觉，那他这边都不会，而且他的菜比较细致，然后吃起来就觉得很爽口。能把素食做到让荤食者也满意，是詹生林花了30年时间练就而来。当初会踏进餐饮业，一方面是不爱读书，想学学一技之长；一方面也是为了负担家计。因为父亲经商失败，他从国中开始就到日式料理店当跑堂小弟，后来转到5星级饭店当学徒。老师傅的严厉，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可能讲过一两次，告诉你东西在哪里，怎么做，你再重复问他，他可能就会很大声的责骂你，甚至会用一种可能口气重的去圆骂你说，你怎么那么笨，讲要讲几次你才会懂。我们出来放弃了学业，就是要为自己将来而打算，可以帮帮家里，那只能家里因素胜过你的想法，所以你会继续再留下。没有退路，不能放弃，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在饭店待了10多年，他决定跨出舒适圈，到不同的中菜餐厅担任主厨，挑战却也接踵而至。做过很多老板所提出的要求跟方案，其实碰壁碰蛮多。我不懂的地方，我会再打电话去看书，问我师傅，或者是问我同行的师兄弟。我很喜欢问，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功夫还不到火候，我觉得应该很多东西还是有在求进步的地方了。不懂就问，让厨艺更加纯熟。连看似简单的塔香猴头菇都有它的学问。那在猴头菇生食干货来的时候，它必须要先烫过，冲水冲2天，让它里面的苦涩的味道把它释放出来之后，腌上我们的特调的一些盐啊、蚝油啦、酱油啊那些味道，我们在炒的，我们都是在中软度的咬劲，让它很像荤食鸡肉有咬感，那太软也不好。我们有染一点黑麻油，就是要打香它的那个老姜，那老姜一定要煸香，把它煸香一点，那整个味道就会释放出来。塔香猴头菇散发诱人的香气，厚实的猴头菇口感 Q 弹，像是鸡肉一样，很好咀嚼。
其实詹森林的餐饮路一路走来都是做荤食。七年前，当他接下蔬食港式饮茶行政主厨的重任，他坦言困难度真的很高。荤食只要我拿到一个鸡、一个鱼、一个肉，我只要拿蔬菜来配一配，让用我的想法的调味料去烹调它，就是一道美食。那最大的差别是蔬菜在哪里，它的主菜在哪里，你必须还是要用它的蔬菜去做出它的主菜。像是这道海味豆腐烩，以豆腐当主菜，但要呈现海味就得加进一些小巧思。我们有各条的高汤，它可能会放一点昆布代替海味。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叫做红色的，这是那个鲑鱼卵，素鲑鱼卵。那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用红萝卜打丝，那加一些蛋液，用一个分子料理的说法把它打出一颗一颗的，像鲑鱼卵这样。海味豆腐烩点缀上豌豆仁，还有自制的素鲑鱼卵，颜色更加讨喜。炸过再烧的豆腐吸饱汤汁，柔嫩滑顺，十分爽口。费工的还有这一道招牌点心萝卜丝酥饼，要凸显层次感，就得把油皮包进冷水皮里，反复擀皮，再对折。在擀的时候，要慢慢的、慢慢把它推开，把整面四面八方的一个皮把它推均匀，那我们再把它卷起来，让它的层次感很多。师傅们分工合作，有人擀皮，有人包进萝卜丝。詹森林说，一间餐厅里厨房是核心，团队合作功不可没。我希望我的东西可以不是只有我做决定，我希望一个团队里面有六到七个也是一样顶尖的师傅来共同吃我开出的菜单研究。可能他会认为说，哎，这道菜稍微再甜一点，稍微再重一点，那一道菜出来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整个团队认同的一道菜。这样出来让我实验到，哎，原来客人是更容易去接受的。点餐率很高的萝卜丝酥饼很受到客人欢迎，外皮炸得香酥，层次很丰富。先炒再蒸的萝卜丝内馅保有一丝一丝的口感，滑嫩又鲜甜。它就是那个层次很丰富，然后那个馅的味道很鲜美。在詹森林的字典里，料理没有局限，他勇于挑战，凭着敢问肯学的精神，做出跳脱传统的蔬食美味，也难怪可以让挑嘴的老饕们都被一一征服。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在台北吉林路上有一家活蟹海鲜餐厅，店里选用来自鄂霍次克海的野生帝王蟹，因为没有经过冷冻，所以蟹肉肉质吃起来非常鲜甜，而且富有弹性。这里的帝王蟹呢，可以做成了四吃，无论是煮成火锅或者是炙烤帝王蟹脚，都能够尝到蟹肉鲜甜扎实的口感。老板娘回想一路走来，餐厅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背后有一段令她痛彻心扉的故事。加进巴西蘑菇熬制而成的帝王蟹火锅，暖心又暖胃，滋味甘甜。炙烤帝王蟹脚，肉质 Q 弹，保有水分，蟹身蒜蓉蒸，蒜香浓郁，不失清甜。还有咖喱蟹膏、佐哈式面包，香浓滑顺，不腻口。帝王蟹一蟹四吃，豪迈丰盛的分量让客人大大满足。一般都是那种冷冻蟹烤过，或是一般的火锅，他们家是活体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聚餐蛮喜欢的地方。位在台北吉林路的海鲜餐厅以活蟹料理为主，来自鄂霍次克海的帝王蟹在水族箱里张牙舞爪，非常霸气。第一个，你先看它的腹部，它的那个就是生殖器那个地方有没有鼓胀，然后嘞脚活度好不好？如果说它太过于胀，就是长肚子很大的话，里面的那个就是一直在吃水，就是吃海水，它就是状况不好。帝王蟹现点现处理，交由拥有20年餐饮经验的主厨张伟煌。去掉它鳃的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含着一些泥巴，那就是要把它刷洗干净。第一吃最能吃出鲜味的炙烤帝王蟹脚，肥厚的前脚要烤到九分熟，却不能把肉汁烤干，得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壳软硬度在不同的时候，在烤的时候，它发出的声响也是不同。
它如果饱和度够的话，它其实在烤的部分它并没有不会有太大龟裂的声音。炙烤帝王蟹脚，白皙的蟹肉富含水分，不会干涩，口感弹嫩，充满浓浓的海味。帝王蟹真的跟一般的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非常的弹牙，而且很鲜甜，真的是非常新鲜。第二吃，以巴西蘑菇还有蔬菜为基底的火锅，香气十分浓厚，汤头喝起来清爽回甘。尾端的蟹脚因为新鲜，涮煮过后用手一拨，蟹壳和蟹肉轻松分离，尝到肉质的鲜甜。蟹壳一拨开的时候，肉可以整块这样撕起来，对，跟一般的那个冷冻的完全不一样。第三吃，铺上客家果条，把蟹身裹上自己做的蒜蓉酱，做成蟹身蒜蓉蒸。它不是用淋的方式，而是它是覆盖在蟹身上，对，然后所以它能够跟蟹一起味道去融入它，对。那味道的部分的话，就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调味，然后炸的，蒜头用自己炸过这样子。蒸过的蟹身，蟹肉细致，洋溢浓郁的蒜香。青葱的点缀，色香味更加丰富。